咁呢啲都好能夠喺即係喺大陸嘅情況下轉移公眾嘅視線㗎，係嘛？同埋亦都即係將嗰啲主要嘅政治，以至對政府一啲矛盾咧，轉移到一啲具體事務呢啲咁嘅人身上面啊。咁所以無論李雲迪又好嚇，而家嘅王力宏又好，以至嗰陣時話打擊嗰啲失禮人都好。咁總有一啲人會即係呼應，再加上對個網絡嘅嚴格監管啦嚇，咁自然咧將嗰啲即係社會嘅矛盾咧轉移到呢啲人身上面咯。咁但係當然你識睇嘅字亦都有好多問題可以問啦。咁點解即係王力宏又搞到咁大單啊？點解張高麗又冇事嘅咧？咁自然都會有人講啦嚇。啊！點解彭帥會喺咁嘅情況底下出現？跟住有個哦，原來佢已經唔係做緊記者嘅人，就訪問佢嘅咧。咁亦都有人講啦，係嘛？咁如果你話人失德嘅話，咁即係大家自然都會問：咁中國官場呢啲權勢關係係官場潛規則嚟嘅喎，係嘛？咁即係當你要以道德嘅帽子不斷向呢啲所謂藝人身上面扣嘅時候，咁到頭來會唔會呢啲道德帽子都係成為呢個量度官員嘅一個標準啊？你到時即係真係變成標準嗰陣時候，你又點反駁咧？咁呢個都係啲問題嚟噶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無論即係講失德藝人又好，即係嗰啲網紅帶貨可以走税十幾億又好嚇，即係我諗呢啲問題或者話。嗰個新疆明星啊，突然間離咗婚之後嫁咗俾要同一個大佢十幾年，就即係中宣部部長，即係拉上關係咁呢啲咁嘅 juicy 嘢咧，咁一時之間咁啊，確實會令到即係可能會引導咗好多喺國內嗰啲喺網絡上嘅能量去咗嗰度啦嚇，咁但係。呢啲咁嘅嘢仲可以炒作幾多次啦？特別你用到呢啲咁嘅咁高標的嘅道德標準扣喺啲人身上面嘅時候，咁大家跟住自然慢慢就會有人問點解呢啲標準唔同樣 apply 喺即係官員身上面咧？咁我覺得即係引火自焚就係咁解噶啦，有時咁暫時未係啦。咁我相信再落去嘅話。即係呢個可能性亦都唔可以排除。即係佢講點樣規管呢啲所謂高級幹部嘅私人生活，自然就話有一套佢哋嘅黨內嘅一啲標準啦。咁但係呢啲標準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可以好有效咁規限到呢啲黨高層嘅行為嘅啊。周永康事件喺度啦，係嘛？據講佢連個老婆都殺埋，係嘛？咁你？再睇即係張高麗事件咁你彭博彭帥寫篇文咧係好寫得好清楚嘅喎，佢唔自愿嘅喎，雖然佢冇用性侵呢個字眼，佢話唔自愿嘅喎，喊住嘅喎，跟住仲有人喺門口打把風嘅喎嚇，咁後來點發展咁呢個另一件事啦，總之嗰一刻佢係擺到明係唔自愿嘅喎嚇。咁就算佢話唔係性侵，咁你呢啲玩字眼就解決唔到個問題啦。所以即係 WTA 嗰邊繼續都話唔信啊，對懷疑啊咁樣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呢啲官方操控咧，就其實時間都好長啦，都成接近兩個月啦，已經係嘛？個半月啦，起碼個半月啦嚇。佢應該十一月初噶嘛，我記得嚇。咁個半月先至俾佢出嚟。仲係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接受一個唔係記者嘅訪問，講咗一句即係冇否定到嗰篇文章所講嘅嘢嘅一句簡單説話嘅話咧，咁我相信就對解決個問題幫助唔大咯。咁呢啲即係呢啲咁嘅調控咧，官方調控咧係即係失去咗過往嗰種 magic 咯，我覺得嚇。咁再加埋頭先講到啦，咁即係你就算用一啲官方嘅炒作去。追殺嗰啲失德藝人咁樣，咁最終結果都係引火自焚啦，係嘛？咁
呢啲失德藝人，若果失德就要即係必須量嘅話，咁點解啲官員又唔係必須量咧？咁樣啊，咁大家會問呢啲問題㗎啦嘛，自然會問呢啲問題㗎嘛。所以我覺得都係有限度嘅，最終都要殺遮嘅啊。而家就喐啲就喐啲，即係喐啲藝人咁樣，喐啲演藝界，甚至話啲文化界都要喐咁樣。咁會唔會即係唔通你真係進一步好似當年反右咁，將個波及面擴大？即係我覺得可能性亦都唔會太大咯嚇，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好快就會完㗎啦。呢啲所謂打擊失德藝人呢啲講法，當然頭先你講嗰啲好多都係傳聞，我又唔知道有幾真實啦。咁不過就你唔好講最高層嗰啲啦，即係中共喺咁嘅體制底下，佢啲幹部甚至啲高層官員。嗰啲權色關係，嗰啲貪腐，其實係真係好容易係見到嘅。而且每你打而家你就算以習近平做總書記呢幾年，打嗰啲所謂大老虎，幾多係涉及最高層嘅人啊？係嘛？有幾多？所以軍方嗰啲高層，胡錦濤時代嗰啲軍方高層全部落曬馬嘅喎，差唔多係嘛？咁所以其實就。我不知道關於即係而家嗰幾位領導人嗰啲傳聞有幾多係真啊？咁但係即係中共高層嗰種財色或者權色關係喺咁嘅體制底下咧，其實係冇幾多個係乾淨嘅。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從過往經驗睇到係一個事實嚟噶啦。咁所以你下下用呢啲道德標準嚟到去以為咁樣可以確立自己嘅即係道德上嘅崇高地位，從而去掩飾政治上嘅一啲即係問題嘅話咧，咁我覺得始終有個限度就咁解咯嚇。咁所以無論點講，肯定就唔係五光十色呢次，呢就肯定係清一色。呢個咁嘅清一色咧，就只會令到即係香港政府咧越嚟越弱化，甚至弱智化。咁呢個就必然係咁噶啦嚇。咁香港始終係國際社會啦，同埋有咁複雜嘅經濟構成。咁亦都係國際金融中心，咁一個咁樣嘅政治體制咧，實際上同嗰個經濟完全唔對應。咁嘅話咧，就恐怕香港嗰個經濟發展亦都會受到好嚴重嘅損害。咁你唔好講十年啦，就算你而家即時已經見到個問題，就已經令到香港嗰個發展以至成功根基咧被掏空噶啦，已經。你諗下。咁多人移民走嘅全部都係社會精英啊！你睇下即係教育界、醫學界、法律界有咁多人移民，跟住你見到學校都收唔夠生，即係有啲年輕世代走人啊！個社會會加快老化，咁呢啲問題你而家政府真係冇辦法解決嘅喎，即係而家你冇辦法阻止人唔去咁做嘅喎啊！大家固然會用一個即係躺平嘅心態嚟面對呢次選舉，更加嚴重嘅，當大家都唔信呢個政府，唔認為呢個政府足以代表我嘅時候啦，咁我相信有更加多人會選擇即係離棄呢個社會咯。咁香港幾十年來嘅發展都係離不開人啦，係嘛？人同埋呢個資金以至呢個財智嘅匯集，咁即係今時今日。就只能剩翻啲應聲蟲式嘅人物啊！你睇下嗰幾廿個議員，有啲人都唔知佢邊個啊！有啲人講嗰啲嘢未上任已經講埋啲鬼話啊！即係二十幾年來未見過咁低水平嘅一個選舉嘅，真係啊！咁你叫香港人有咩盼望咧？即係呢個呢啲咁嘅客觀效果，唔會因為官方啊或者北京當局用一啲即係。充滿鬥爭以至呢個撩交嗌嘅語言咧，就可以即係化解到噶嘛？事實上，佢係客觀事實，確實係如此啊嘛，係嘛？你唔可以，你唔會話，因為你話人鬧完人色盲，呢個選舉嘅結果就變成五光十色噶嘛？真係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個問題係確實係比較嚴重咯嚇。